今天咱打这个古镜迷踪啊，这深渊浩劫里面一个非常难的这个小图啊，这个非常难啊，难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啊。开始，这一局我告诉你，这个地图啊，它有一个非常这个冷门的知识啊。看到这个射手塔楼了吗？如果这个地方是个施救崖的话，你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，就是这里啊，你过不去。哎，就是。你就前路都堵死了，你必须走这个传送门。但是如果是射手塔楼的话，你就能直接溜过去啊！这是这个地图设计的 bug 啊！咱今天就来一个教科书般的偷地狱的老家，真的教科书般的啊，学着点啊！这兵都随机的，有可能是吧？这局是火鸟，下局就是骷髅兵，这都随机的，没办法。哦，你得先访问这个才能到这里，才能打这个啊！这图，哎呦，有点那 BT 图的那种，臭样子了。哇，疗伤去，哎，疗伤真好，我比较喜欢用疗伤。哎，士气不错啊！我的弓箭手，没事，身外之物，没事没事，歘他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了，弓箭手不要了，不要不要。身外之物，搞定。一开始咱老家有骑士啊，这个城其实就整个内政厅算了。不要紧，不卡，没事儿。哎，没有一点关系啊。今天我教你一招啊，教大家一招啊。这个图我打过啊，这个图我是专门的玩了玩试了一下，哎，射手塔楼就好办，这地方千万别去啊，这敌方他都比咱厉害。你先访问这个啊，又忘了，先访问这个才能过去啊，这个还不用升级那个射手塔楼啊，就是直接走，咱们先让马厩升个级。哎，你看一下，这图很麻烦，没有地下。你看，这，哎呦，这不老鼻子厉害了，现在还不中用啊！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买个英雄，再带点兵。哎，一握吧，一握吧。哎，不行，买个有车的。哎呀，还是得要有车啊，正好再养个步啊，可以合适。哎，你看，来了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得好，我去你家啊。他来了，这个地狱其实损兵折将，打吸血鬼不好打。你看人不多了啊，你看啊，我教你一招啊，教个绝招啊，我教你个绝招。没有魔法塔是吧？啊是，跑跑，哎没。你看，能直接过来。如果这地方是个施救崖的话，你就过不来了。这看运气啊！走走走走走！坏了坏了，他直接回来了！我天，你可别直接回来啊！走的有点过啊！咱们我往后退两步。好，他并没有上当。哎，好，他没成了啊！他马上夺这个，没事，他发展的比咱好多了。哎，来补给了啊！这点火怪随便打，嗯，哦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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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第一周他发工资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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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看现在没兵，你还一个兵没有。你看现在啊，他明天就给变出一堆来。你看，你看他发工资了，你看来一堆，你看这你咋整嘛？你说，你说这咋玩啊？你说，这城也打不下来呀，这。
咱试试吧，咱靠那个，不算了，他100个小怪物，没起魔法塔啊。哎呀，试试吧。你这根本他就不是一个这个水平的，你这，哎，白秘书啊，我是白秘书啊。没事，咱们从头再来，这回咱们快点，动作要快。动作要快，好，送掉吧。想砍砍头，咱砍。你看他那个第二周他发工资了，他发工资来的，真的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发工资来的，他咱早一天他就没这些兵。哎，这局也行啊，这局还是射手塔楼啊，没事儿。哎，这教科书啊，这样那个比亚特利斯在这什么，咱立刻把这野猪灭了，咱出去啊。就上一局啊，有点这个，哎，就是太想就是教学太认真了，就是没好打。这回他就不会了啊，这回是真的不会了。内政厅，哎，不起内政厅，你看啊，今天咱反其道而行，咱们先起个魔法塔，哎，你看啊，这还行啊，有9个减速啊，不错啊，那兵一买，没钱换点，咱换1000，咱们买出来啊，这样走。今天咱们要先上这里来啊，先不能捡这个宝箱，哎，二级气息啊，咱们直接升级的冠军骑士啊，咱们顺道把它灭了，可以。哎，顺道灭了，再顺道哎弄点木头啊，走。这样把兵先养个部啊，细节不细节啊？这叫细节，这叫做完美的规划。哎，这叫细节，明白吗？这就叫细节。这样，你看，再把兵一给，你看这步数，你看直接加号呢。这个东西没用啊，你捡了没什么用。看啊，这地方很危险，咱们可以要经验啊，非常关键，也要经验。咱们把这野猪下了，你看，然后关键地方来了啊。咱们就在这等着，不下去，等他上来，不下去啊，不下去。现在起内政厅，你看要来了，要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嘿，哎呀，我是一个精通 AI 行为的一个 UP 主。你看你不投诚，你看你怎么打？怎么个打法？哎，咱们还能留1000，哎，咱们再加点力量，哎，再有经验，不能吓着他，他一天应该来不了。走，他回不来了，他一天回不来，绝对回不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走了，哎，对，哎，去惹要塞，你这个地狱能惹得了要塞吗？你看这全随机的，你看这边这个。怎么又是发工资了？我天，又慢了一天啊！我们说1000到10000，他又慢了一天啊！我天，怎么又慢了？这那不能等啊，是吧？那打打试试。你这怎么玩吧？怎么个玩法？他出来了，他好歹是出来了。咱们扔这个70点伤害，这和他耗。哎，咱们用这个。哎，你这不扔死了呢？你是混蛋吗？你这不是？来，反击也得骗啊，反击得骗。好，70点伤害啊！咱们先扔他，然后咱们来个长距离冲锋，先冲他，这个伤害少，冲他。
啊，我的骑士啊，我的骑士啊，我没有骑士了，我的骑士。搂他！哎呀，你这扔火球的不厚道啊！哎，这样你扔自己人来，你给我扔自己人。哎，这强子，这太不客气了吧！一到两个啊，没蓝了。射不过他，好，输了，得快点，不能等啊，等的那天很致命啊，咱就赌他从下面来啊，我明白了，很致命啊，重打，英雄没问题，这个英雄选的没问题，就用冰环妹，就得用他，英雄没点问题，开始。哎，施救塔过不去啊，重开。哎，怎么还施救塔？哎，行，这就可以。这回咱要快，哎，就之前那局啊，他打完了也损失惨重。哎，其实咱已经输了，咱们就不能那么打，哎，明白吗？就不能那么打。从根本上咱就已经输了，从起跑线上就输了。你看这边恶魔，你看这，你看这怎么办法？你说这个门是直接打不下来了。选阿达拉什么用啊？他会投降，他好像不会投降。要经验，要经验，必须要经验。都是要无用功。哎，啊，什么事没有发生？哎，你看又出气息了，这老天爷在保佑我。好，不要等了，立刻去，时间不等人，快快走，快走，也顾不上什么运气好坏了，直接走，揍他。走，走走走！哦，红色怎么上那边去了？他主力走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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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适啊！这次咱们成功了。他没兵了，他没有兵了。我们付不起学费去。走走走，站下来，完美，完美，成功了。这就叫成功。你离成功只有一点点距离。不是啊，站下来也不一定能赢啊，就是凑合来吧。没事，咱恶魔守着，没事，他打不了这么多恶魔。哎，咱这很安全啊，你看牛头这个深渊恶魔，这都没用。可以，哎，你看，嗨，哎呀，你看，但是咱占了，他就不给咱钱了。阴险的电脑啊，拙劣的电脑啊，这个破地方来见一见吧，拙劣的电脑啊。哎，没看到。
哎呀，教七星魔法哦，从这边走的，他可能还会再回来啊。咱们聚成坚守吧，坚守吧。他没成了，他气急败坏，他气死了，他红色气死了。数量一样，但是随机的，就是有可能这个是恶魔，也有可能他是骷髅兵，全随机啊。这样的木屋就过不来。你看兵都没买，你看着什么急呀？来，过去瞅瞅。哦，你看这个别走啊，这个单向传送门不能走，去这里，这地方你看这堵着，你直接走不了。行。来了来了来，再见！好了，老家没了。玩这张图就不能守，就只能进攻。这地方不能去啊，这地方不能去。我有经验。这个图老鼻子难打了，给你好了。主要他们窝里斗啊，咱还有办法。你看多少人了？你看他多少人吧？你看他发工资发多少人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嗨，这第一周，你看他哪弄这么多兵啊？是吧？来，就是信仰火怪，就是觉得火怪好用。哼，这个瑞斯卡要完。艾德里德先走着啊，让因海姆去送兵。哟，这来了个高手，这应该高手。这个人绝对不少，哎，哦，怎么都玩这招啊？哦，还以为是我自己发明的呢。哦，来工资了，咱有工资啊，发工资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他妈带俩骑士啊！我天，哎，不要，咱们哎绕过来，哎，对。哎呀，就喜欢发工资了，来发工资了，好办。今天咱就和火怪玩上了，好，这样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这样咱们英雄练好就行，咱们先拿它开刀。啊，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这英雄的属性是不是有点？是不是有点？哎呀，谢谢。这属性是不是有点？啊。有点55，我手里的这魔环它不香了，闪电吧，来6个7个，你别告诉我你现在会连锁闪电啊！只是冰环而已，没事儿，歘它！哇，这士气爆的好啊！来电他，咱俩骑士打他2到3个木精灵啊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啊，我这老树，哎，就是好像是这局啊，就是这关啊，就是好像你把他这个主将干掉，你也买不了。哎，这个设计师就这么恶心，就，啊，分散。他没蓝了，没事，咱们电他，有机会。走，你看这伤害，你这，他钢板打不动啊。哎，害怕了啊。哎呦，6点，60，
杀杀杀，让他跑了。好了，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，耻辱啊，简直是耻辱，让他跑了。把他放走之后，他是，哎呦，这后患无穷啊。什么魔法？传送。你还直接买出来了，你是。这不知道什么这高手啊，瑞斯卡买不了，你看点啊。酒馆里找不着他，我之前玩的时候太郁闷了，这。等着发工资吧，好歹是吧，能发个工资啊，就靠着死工资吃饭了。没钱了，再这样下去破产了。哎，又出来了，你看蹦跶出来了又。不是自己的，买不了，就是这个英雄你买不来，你看点啊，这个瑞斯卡买不来，没有瑞斯卡，他虽然输了但是没有他，你看点啊，你看没瑞斯卡，你看他就是没有，就是你这个咱这个蓝色不能买瑞斯卡，你看没有，你看他可不给你搞这 NTR 这套，你看没有，设计师早就想到了，阴险啊，恶毒啊，耻辱啊。今天是玩火怪的一天。哟，不能偷啊。哎呀，你看他老家咱攻不下来。这个确实不好打，这个真不好打。真不好打。传送门这边哎呦。哎呦，他你看这边天使都买上了。这个图他就不是人玩的。来，你先去看看。啊，哎，你不怎么不窝里斗啊，哎，走了，好机会，走了，快去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哦，他走，他，哦，哦，哦，这，哎呦，他打不了啊！这群巨人你怎么偷啊？你叫我怎么偷嘞？这个巨人要如何处理？他打他，咱们偷城也可以，进退都有办法，这样一天就能够得着啊！可以，咱们先过来看啊！你看，出不来，你这里你咋办嘛？你看，你打恶魔，你有这能力吗？窝里斗，哎，对，你们不窝里斗，我没法打。这个城打不下来啊，这都打不了啊，这局完了，输了。你说怎么咋整吧？你没办法打，这地方打下来有什么用吗？他给你发工资吗？那个英海姆回不去了，没钱了。
你打了他明天就来，咱们再等一天看看国际局势。窝里斗了啊，窝里斗了啊。这么少，你给这么点人。倾家荡产。这么一减它就不够步数了，所以说咱们从昨天就开始准备，昨天开始准备的话也会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他就直接下来把咱英雄给干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今天买条狗啊，养个布可能就够了啊，可以。哎呀，不用估计计了，已经计了，这个没法打。来了来了来，哦，工资来了。来七个火怪，哥哥啊，不买哥哥了，买几条狗比较踏实。哎，这正好啊，咱兵不少啦，14个火怪啊，我不信打不下来啊，打他，打他。这局能赢咱立刻破局啊，真的不开玩笑，这局能赢立刻破局。咱用魔法没事儿。咱把天使生命值，哇，咱26个打4点伤害啊，我天啊。这不削能玩啊，分散分散。哎，又是这个老树啊，分散分散分散。哇，居然秒不掉，我天，偏反击。来补点伤害，哇，还秒不掉啊，我天，再去吧，进城。哦，还能反向开门啊，我还不懂呢。嗯，这咋整吧？这个图它不是人玩的。我已经躺平了，再见，直接来吧。
哦，这局算。哦，这局可以。这局真的可以。要快，动作要快。上次经验拿得太狠，咱们这回要钱。好，顺利顺利。喂。怎么没按剧本发展呢？你不从那边走吗？你这是。哎，再来一局，哎，想看砍头，咱砍完头再说吧。来，想看砍头，咱砍头吧。不对，不对，等一下啊，还有机会。这步非常关键啊，这步相当关键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咱罗德哈特，哎，给他养个步。在这就停着不走了，就在这地方就不走了。咱们在这儿啊，咱们一天直接下他老家。这样打可以啊，这样打是完全没问题啊。咱们一天直接下他老家，你看，他来不了，你看。嗯，哎呦，他，他给我毒死了，你敢信吗？你给我毒死了！明天工资来了，完了，这局输了，这局输了啊！输了，心服口服啊！你给我毒死了，你这咋办嘛？哎，我不装了，我打了80难度，来来来，嗨、哎，我不信了，我80难度打不了，来来来，我这会玩80难度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嗨、哎、呦，这还打不过去吗？啊，我玩80难度，来来来，嗨、哎。干什么啊？这活人不能让尿渴死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又出气息了啊！哎，打着玩儿！哎呀，我就怕这80打不了。哎，他智商不够用啊，这就纯智障这。哦，这回是半兽人，
咱看里面多少人啊？是咱打不了的敌手啊！先，好，战术观察，火力侦察完毕，咱们、先说啊，不偷城了，偷着城没前途。不讲武德！来来来，听这位兄弟的，咱升级神射手啊，看看啊，有没有用？哇，剑术好！来工资没事，来工资还打不过吗？啊？来工资，这咱这些兵打不了，笑话！哎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坏了，坏了，家没了，没了。哎呀，这个八十难度还太简单，咱们换点高难度的，是吧？咱们来个一百啊，凑合凑合啊，咱们来个一百难度啊。咱们来个一百难度啊，这个一百难度还比较有挑战性啊。哎，施救不能施救，哎，不许施救。哎，我还来放松心情的呢，这打成这样，哎，啊，没什么事没有发生啊。啊，水系水系啊！第一天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又靴子可以。哎，有点低级的就低级的吧。好，时间刚刚好，没有来不及。就在这顶着。哎，可以。哎呀，挺准时啊！哎呀，那比亚特里斯忘动了，忘动忘动吧。这忘动了啊！你这，这个图啊，其实它就不是人玩的啊，这个图咱玩不了。好，刚刚好。
哎，用地狱的兵打地狱，当气急败坏回来偷城啊，这咱就有机会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浪费钱啊，浪费了4500。浪费了4500啊，不行。将军走此小路。好，都来了，咱们是寄生虫，咱们上地狱那里发展。叫古镜迷踪啊。哎，防御术学一个。不能拖了，这次不能拖了。哎，这硫磺不捡了。我好像人满了，还撤一些。算了，不至于。不至于啊。来来，收复失地。哎呀，飞瑞啊，老朋友了，干了。哎呦，这什么神仙啊，我天啊。哼，哼，哎，哈哈哈哈哈。哈哈，一句哈哈送给你啊。哦，八个咬我八个，你这伤害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哇，这炮车子，哦，他没蓝了，没蓝了。哦，枪兵给我砸醒了，谢谢。哇，枪兵还是厉害的啊，60多个。再来一个，再来。哇，这狗东西的这个技能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秒掉。哇，嚯，天哪。哎，哎，吁，哎，
红色征服，好起来了啊！好起来啦！不是选地狱，是城堡。人不多啊，人不多啊，能守住，能守住。哎呦我去！好啦，这个直播到此结束啊。这张图经过我反复的试炼啊，一百难度也打不了啊，就结束了啊。这张图以后就不再碰了。Game over，结束，结束了，再见。